亲爱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来收看今天的节目哈。人性，人性，咱这里谈到人性的弱点。今天呢，咱来谈到人性有一个弱点，可能大家无啥注意，叫做呢，先甜后苦，拢会唔甘愿。哦，这点爱足注意，这是人性。就是当咱享受的时阵，咱会真快乐，但是当到你后边。啊，来付出的是，你开始唔甘愿啦哦，哦，拢会安尼啊，这个叫做刷卡嘛，刷卡就是先甜后苦嘛，所以现代人先有足侪卡奴，因为这是人性的一个部分，所以你来当来克服这个人性，你就未过着痛苦的生活，因为你讲刷卡就是讲我即马无钱，无要紧，先买再讲，先买先享受吼、哦，但是你享受了后咧，等到你要拿钱的时阵，哇，你感觉啊，哈那遮贵。你买的时候，要享受的时候，未去想，拢会像你讲，哇！真啊，我来当得到这个物件，外好外好外好吼！咱叫咱人类家己心中迄个欲望吼，控制掉了呀。所以你若会当了解，先甜后苦，这是足痛苦的一件代志。安你就当撇面，免啊撇面，咱个反倒转来，先苦后甜。什么叫做先苦后甜？敢那七学生囡仔，别人咧佚佗，你也读册。你辛苦，等下你头前啦艰苦了后，付出代价，后壁自然你就收成啊。好、哦，咱拄仔咧讲消费嘛是同款的这个情况。你若要买一个物件，你也先欠，哦，较欠咧用咧。等下你钱啦欠了有够济时阵，咱才过来买。所以咱去买迄个物件，咱无负担啦。哦，这叫做辛苦后甜啦。男女朋友咧交嘛是同款啊。即卖少年啊，叫做一夜情，先甜后苦。什么叫先甜后苦？哦，做伙尔，来，咱先做一款代志，哦，啊，搁再来咧，两个人斗阵就开始冤家啊，就开始咧个性袂合，哦，拢是安尼啦。但是你若反倒转啊，你若愿意先苦后甜，头前，哦，咱卖讲安尼拄甲人交往尔，咱就甲人这个身体方面这么亲密的接触，咱先卖，哦，咱先头前较忍耐咧，哦，两个人咧较长的时间做朋友，了解个性。互相小可控制咧，脚步放较慢咧。等甲你正经来了解的时阵，后壁有确定啊，两个人再来较亲密的做伙，这叫做先苦后甜。整个的人生差不多拢是先苦后甜才会快乐，先甜后苦，拢会真痛苦。这就是人生。虽然边边拢是有苦甲甜哦，但是迄个顺序差足济哦。你若头前先食甜，后壁苦的时候，人生就是安尼，你会感觉足艰苦的。啊，你若头前先艰苦，后壁再来甜，你会感觉足快乐的。所以，这个人生的部分，你若会当了解，你运用伫你的生活上，你就知影讲要安怎互家己快乐啊。所以，即马足侪少年仔讲，我不要结婚，哦，无要娶，无要嫁，我结婚足麻烦呢。这叫做先甜后苦，想要先甜后苦，伊即马真快乐啊。哦，伊即摆家己一个人过较自由自在啊。等到有一日的时，伊无遮少年的时阵，等到伊老的时阵，等到无人要甜的时阵，迄个时阵伊就开始抗议啊。迄个时阵开始伊会感觉讲人生活较真痛苦，因为以前少年时代去唱歌、跳舞、去佚佗，种种的快乐伊拢袂记哩啊，伊拢也袂记哩。吼、哦，到最后伊讲哇，啊我即摆呢遮艰苦，吼、哦，伊会感受到迄个艰苦，伊感受袂到迄个快乐。亲罕即有老人讲，即马足歹命，啊！伫遐咧艰苦，倒咧病床咧回想啊！啊！我以前少年的时阵，偌快乐，偌快乐，爱咪愈想愈艰苦，受着以前遮快乐，即马遮艰苦，我愈想愈唔甘愿啊！但是你若甲反倒转来，今日去为着你的囡仔，你教育你的囡仔，你用足侪时间陪伴你的囡仔，等到有一日你老的时阵，哦，你的囡仔伫身躯边，啊是讲卖讲伫身躯边啦，一通电话卡来啦，啊是讲咱的心中有一个挂念的对象。咱就感觉生活较有一个重心，就感觉生活较有一个意义，较袂感觉活较足空虚的。迄阵你会感觉讲真快乐。好、哦，所以亲爱朋友，人生是会当选择的，人生绝对拢有苦甲甜两项啦，会讲两味啦，一定拢有啦。咱来家己来决定，你要倒一项伫头前。所以你来当克服这个人生的困难，人生是爱享受。我变作讲，我若看到这个物件。我就不瞒说我马上能得到，这是人生。
但是你若当来赢过这个人生，安、啊、你的人生都会当真正的快乐。所以咱自细汉呢，咱来学习，学习讲吼，爱控制，控制咱家己，唔好讲我要爱，我就随便爱。这就是为什么咱需要教育咱的囡仔，教育因伫个欠钱的方面，伫个功课的方面，吼、哦，伫个两性关系的方面，咱拢爱控制个囡仔。伫你即马细汉要唔捌代志的时阵，你也较忍耐咧，脚步较慢咧。所以，如果咱来当有这个看法的时阵，你会当知影，你整个的人生不但是金钱，在其他的方面也拢总会非常非常的顺利。因为就算讲伫理财这个方面，专家嘛是安尼讲，伊讲你若要投资，卖去听一寡老师咧讲，足短时间赚足侪钱，无可能啦。大部分啊，你若讲足短时间赚足侪钱啊，一款的人哦，到最后拢大了。拢大了，我捌看过一份资料，伊讲咧，伫美国、伫日本，拢有真侪真侪以前，因拢啊封做即个啥物股市的啥物高人，其实甲因死的时阵，因的财产拢无留下，因拢无存钱，因为到最后因的钱拢了去，因为你头前敢若足赚的吼，但是你后壁一摆的投资失败，就整个拢失败去啊。但是正确的投资是安怎呢？是头前慢慢啊来，慢慢啊来，哦，咱慢慢啊长期的投资，长期的投资，到后来过差不多七年、八年了后，你迄个投资迄个效果才会显明出来。哦，你头前你也感觉讲哇，足艰苦的吼，都爱提钱出来欠吼，人讲即个定期定额，逐个月都爱偌济互伊扣，偌济互伊扣，扣到咱足唔甘愿安尼吼，头前感觉足艰苦的日子足歹过吼，但是你就是安尼慢慢一日，时间长了后。有一日，无形中你的财产已经增加，无形中你的投资，无论这段时间规个国际市场是悬还是低，你拢不管，你只要时间放予伊有长，时间啊放了有够长的时阵，自然到最后七八年了后，你的投资遐钱呢，不但本金啦，讲连本带利啦，甚至加倍啊。但是有老师讲，哎呦，唔免放到七年八年才一倍，我三个月都咧赚一倍。足侪即款老师啦，哦，那我一礼拜赚几百，你知无？我迄股票安怎？哇，你讲价哦，你听甲足喵的啦，哦，有无？有款代志有啊，但是迄是真少数，而且迄种人啦，追求一种高报酬，追求一种上短时间赚到上侪钱，迄种人的个性，大部分伊让你看到的是你是赚的部分，了的部分伊唔敢让你看到，但是人去统计。这种个性的人，到最后也整个投资其实是了，这叫做先甜后边的后苦啊。所以你来当体会这个观念，我感觉咱应该是会当来主动来控制、来掌管咱的人生，是甘愿做任何代志，头前咱付出较济咧，头前咱较艰苦咧，后边足自然你会修行。人际关系，人跟人之间嘛是同款安尼。哦，咱咧做朋友的时阵，你袂当讲我甲这个朋友斗阵，我会当得到啥物好处？你一开始拢总要得好处，拢甜的啦。后边吼，人不爱插你啊，你名声足歹听的啦。人讲你这个人吼，哦，专门拢甲人有关系啦，是干有好处才去尔啦。这个朋友吼无真诚啦，这个朋友吼未交集啦，你甲人未深交。哦，你若一个深交的朋友，头前一定要先有吃过苦，所以人讲患难见真情。大部分你的交情足好的朋友，拢是共同经过一挂患难，在患难中两个人做伙艰苦的事，哦，互相帮忙，所以后来两个人感情才会真正好。迄种的友情，互咱个年老时来回想，拢感觉是真有价值。所以现代人啦，现代人就是真爱辛苦啦，爱辛甜啦，哦，拢真爱眼前的甜啦，啊，咱哦唔敢去面对后边的苦。啊！即卖少年啊，讲反正拢有甜，拢有苦，我着头前先甜才讲哦。有好处，我先享受，我即卖先快乐。以后的代志，以后才去讲。如果你若是这种个性，如果你若是这种想法的人，你的人生一定拢是失败，一定拢是失败。为什么我安尼讲？因为基本上，咱人生的前半段，迄都是拢在拍基础。前半段你若基础拍了在，后半段你才真正会当来享受。你若讲前半段你还阁少年的时阵，啊，你伫安尼食饮嫖赌，逐项拢来。前半段你人生的前半段，你伫安尼享受干呢吼？你甲下半段你就知啊，
甲下半段时，规身躯拢总病。甲人生个下半段时，你足侪后悔，因为头前人伫拍基础，人头前伫学习，咱叫做心灵成长。迄段你都无嘛，无嘛，你就逐日拢去佚佗啊嘛。你个少年时间，你咧享受个过程中间，你啥物拢无得到嘛。但是反倒倒来讲啊，当咱少年的时阵，咱认真来学习，咱谦卑来学习。你若头前愿意一个学习的心，看起来敢若损失，你拢享受无到。但是你所趁少年学的物件，等甲你老，是当互你用一世人的。迄种的心灵的健康，迄种的个性的成熟，迄种才是叫做宝贝。人活伫这个世间，最主要就是咧修炼咱的人性。所以一般人讲叫做修身养性，哦，人活的世间最主要头一个身体要健康，爱修炼咱的身体；第二，心灵也爱健康，所以讲啊养性，哦，所以人活的世间这两项俩，啊，所以你若修身养性，你趁少年的时阵，你若愿意来好好啊保护你的身体，啊，你少年的时阵好好啊来安尼来学习，哦，加读一寡册，加参加一寡教会的活动，哦。啊，给他吸收一挂知识，等到你老的时阵，你也感觉这种人生过得足有意义的啦。但是这种想法，甲即马少年的想法，拢总无同款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情形，因咱即几个时代，所以即马少年的自囡仔时代，伊就唔知啥物叫做苦，伊唔知。伊自囡仔时代就叫做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伊自囡仔时代就是任何物件，只要我若要爱的物件，我就真容易得到，所以伊都唔捌付出代价。伊真容易得到了后，伊就像你讲，这种理所当然。所以无形中，伊的心未堪积忍耐积，哦，未堪积淡积。当一个人的人生，伊未堪积淡，伊什么物件伊拢随便爱，这种个性足极的个性，这慢慢等到伊卖讲老啦，等到伊到30岁了后，当伊在做老爸、做老母，当伊开始在上班，当伊开始在面对伊的工作上的一挂压力的时候，伊就起笑啊。因为伊袂堪要等嘛，伊就是你讲哦，足麻烦的啦。哦，因为伊袂堪要等嘛，所以伊就是讲，那会接触直感啦。所以这种种的负面的感受会真强烈。但是呐，反倒等下讲，一个人伊人生的前半段吃过真侪苦的时，伊就是讲这种无啥，这种理所当然。所以到后来，伊工作上，别人袂堪接，伊会堪接；别人做袂到，伊做会到；别人袂当吃这个苦，伊会当吃这个苦。是毋是足自然？足自然。伊的人生到最后，伊的表现比人较好，哦，这叫做赢的人生。哦，输赢不是看头前，看最后，比赛看结果，头前的赢，迄拢无算赢，最后的赢才是赢。所以先甜后苦，迄不是甜啦，就先苦后甜，迄个才是真正的胜利，才是真正的甜啦。所以这个观念你来了解，你就很快乐。休息一下，等下了，继续。欢迎登来老三的节目，来，今天给咱这个人生金融讲吼，凡事爱五万，凡事爱忍耐，重点就是这个忍耐啦。吼，做人的世间，应该一定要用忍耐。咱的本性、人性就不爱忍耐。咱的人性吼是马上就要爱，咱的人性是真着急，咱的本性、人性是就不爱等。所以这个等是违背咱的人性，所以这种等。是练出来，绝对是练出来。这个世间真侪美好的代志，拢是经过训练的，无一定是天然的。有一挂代志天生自然就是真水真美好，但是有一挂代志是要经过练习。比如讲一个钢琴家咧弹钢琴，无可能讲天生自然就会样啦，无啦，迄拢是经过练习啦。哦，真外久我要看电视捌报过一个青年人，哦，伊是一个青年的音乐家，讲伊细汉的时候人讲伊音乐的天才。后来得着伤病，医生也讲伊的手指头啊，哦，拢萎缩去啊，无可能阁弹钢琴啊。但是这个少年人，伊讲我一定要突破这个困难，所以伊愿做福建，哦，伊愿真认真去努力去练，到最后呢突破。
医生讲无可能哦，但是结果呢，变作一个医学的一个奇迹哦，伊呢变作一个钢琴家。所以当人咧听咧弹钢琴的时候，会感动，是安怎感动？因为迄个音乐的背后是一个故事，因为迄个音乐的背后是一种努力，是一个人伊在忍耐，又一个目标，又一个理想，又一个愿望，伊去执行伊这个梦想迄个过程，然后用这个音乐演奏出来。所以这个音乐，这不是天然的。上帝音乐是天然的。上帝音乐，比如讲我靠鸟仔在唱歌，鸟仔声天然的。好、哦，水的声、溪水的声天然的，海涌的声天然的。但是钢琴声，这是咱人经过练习所锻造出来。所以这两种声，拢是世间上界水的声，就是天然的声音，以及咱人类。听到一个天然的声音了，受到感动，咱用咱的乐器所弹奏出来，那是经过练习，那是经过咱的体会写出来的音乐，那是经过咱的生命去练出来、磨练出来的音乐，那原来是会感动人。哦，所以你的人生要过了快乐，你要接受一个观念：人生一定爱有苦。你袂当认为讲人生只有要有甜，我无爱有苦。哦，你袂当有这个观念。啊，你嘛袂当讲啊，有滴我先享受，嘿吼、哦，以后才阁讲啦。真侪人拢这种观念啦，啊，以后的代志以后才阁讲，吼、哦，但即嘛先顾好就好啊，吼、哦，这种观念啊，就是叫做先甜后苦啦，无去想结果啦，干那想即嘛，足侪少年囡仔，伊就是无去想以后，伊只有想即嘛是伊，足侪少年囡仔，伊就是伊唔知影讲即嘛爱食苦，所以啊。伊对着食苦这个代志哦，伊也唔甘愿，伊不爱。啊，你这大人若无来个帮忙哦，这囡仔天然伊袂啦，伊无可能讲天然的就甘愿食苦啦。爱大人个帮忙，哦，大人呢爱甲因规定。所以你看啦，一个严格家庭，管教出来囡仔拢是较有成就。你若是想过放松，想过讲啊，随在伊若买就买，伊若唔就耍吼、哦。你若是安尼咧随在伊个这家庭吼。大部分你教育出来囡仔吼，无什么成就，吼，因为无食苦，伊就未结出一个甘甜的果子嘛。所以人较早古早人讲，你要安怎收，你就安怎种嘛。你无种，边哪有可能收咧？你无劳干，你无经过努力，你哪有可能好收成咧？吼，所以如果咱人生要快乐、要成功，我想咱必须要搁一摆来确定，咱来接受这个观念，甲现代人的观念是无同款的。现代人的观念叫做先消费，后边才出钱，先消费后付款，后边才来拿钱，后边才来缴款。但是呢，这种的经营会带给你足大的痛苦，因为当你享受的时阵，你等于是咧透支嘛。那是未来才当享受，你即马先提起来享受啊。啊，你当下头前拢享受了，后边无当享受，足艰苦的呢。后边这艰苦的是已经无出路去啊呢，已经无头啊呢，无解啊。那是一种足痛苦的人生，所以你若唔盲讲你的人生，唔好有一日行到迄个地步的时阵，我就你讲你爱赚钱嘛，你爱赚钱嘛。在信仰上来讲，一个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精神，就是你人伫即世人，你嘛一直在享受。咱即世人来世间，食苦无要紧，后天是咱将来去上帝遐。当有一日咱等于上帝遐时，咱才过来天。咱即马较艰苦无要紧。哦，咱即马伫世间，咱会当帮助人，咱帮助人；咱会当好人，咱好人。咱尽量咱来付出，你莫去想你的享受。有一日，你足自然，上帝予你足快乐。圣经内面讲的故事，耶稣用一个比如，咱就会当了解。耶稣有一个财主，真好个。啊，这个财主哦，逐工啦，吼，拢食足好个啦。啊，逐工拢安尼过着足快乐个日子啦。但是有一日呢，死去啊。死去了呢，煞过足痛苦的日子。啊，因家门口一个乞丐，以前哦，因家门口我咧足可怜的啦。但是死了呢，却伫上帝的怀中伫享受。然后上帝讲一句话，好、哦，上帝讲，你也去想呢，人生足公平呢。啊，你以前拢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即马敢毋免食苦苦？啊，人以前食苦食遮济，即马享受一下，是毋是真公平？但是然后你选。你要选多强？你囡仔话巧呢？囡仔讲，我伫世间要做财主，
啊，我死了要去上帝遐享受，世间有遮好代志哦，好康个拢互你，无可能啦，爱选择。人生既然个是有苦有甜，你也选择。所以我真正建议咱亲爱朋友，咱卖追求这个世间所讲，活伫世间，只敢我要食啥，我要穿啥啊，我要去对佚佗，我要去对踅街，啊，我要去到国内旅游。你若规头壳顶拢是咧想讲，我要享受，我要享受，我要享受，到最后你的人生你会过得真痛苦。反倒等下讲，你若愿意来思考，讲我要安怎来服务别人，我要安怎来付出。你若讲兄弟啊，你叫我来世间，到底我来世间是要创啥？咱来世间哦，敢若亲像来出差啦，唔是来佚佗啦。人来到世间来出差，你要将你的任务完成，等于上帝也是来交代的。你也来世间拢咧佚佗，有一日去上帝啊，上帝讲啊，我交代你做个代志，伊讲啊，敢有啊？你敢有交代我做啥代志？无呢？卖他妈小声！你是到伫上帝面头前讲无的时阵，想万去啊！哦，上帝处罚就临到，所以我嘛讲，每一个人来接受吼、哦，人生都是来付出的，吃苦当然的。你呢，这世人愿意来好好吃苦，为上帝做工，将来伫上帝遐。上帝陪伴呢是非常非常好，是极水的福气在等待。好，这段时间到这，会给你继续收看老三的节目，多谢。欢迎收看老三念歌词。今日个贵宾来访哦，啊，自从前摆我邀请这个贵宾了吼，啊，大家观众朋友一直话讲，嚯、哦，七恩典这么好听，赶紧叫伊过来分一个吼，哦，我就赶紧来邀请咧萧东山老师，搁再一摆来到现场。老师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是哇，萧老师分萨克斯风实在是有影无话讲吼，要出足侪 CD 啦吼，所以咱观众朋友呐爱听的人哦，听听咧讲，这部特别请来，人无遐侪时间啦，对无？当萧老师世界各地咧演奏，都不像我老三当初坐咧营业无代志吼，啊，大家来遮录这部咧吼，那萧老师是真罕咧来吼，所以呢，你若要听伊的这个 CD 吼，会当去几多搞册旁买。但是今日个现场我咧讲过，若要听萧老师的歌好听，但是喏，那伫老三这个布景吼，伫咱这个景内边咧演奏吼，得看，要更加好听哦。今天呢，要带来一首歌，叫做《谷中百合花》。这首诗歌咧讲到讲上帝跟咱的关系哦，讲咧，跟咱亲像这个山谷中跟咱这个百合花同款，这么样美丽，这么样水，啊，这么样安静。所以，希望咱每一个人吼、哦，透过咱跟上帝的关系，那么当在咱的心中吼、哦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咱也当想着讲吼，上帝在跟咱掌权。咱的心就会当安静，所以咱下面就来请萧老师就来演奏这首《谷中百合花》啊，这条我讲，这条搁分场地对不？ OK， 对，分两行乐器，让你弹掉，来，请。
风